很久以前，住着一位充满梦想的平凡女孩。是。她有着一位心地不这么善良的守护天使。有一天，在偶然中，她遇见了她的白马王子，彼此也坠入爱河。但故事中的完美结局并没有出现。네회사에사표냈냐고面对着难搞的公公和婆婆，白马王子和守护天使能否为他编织出美好的结局？왕자님하고결혼한신데렐라가끝까지행복하게잘살았을까요？玻璃城堡自7月18日起，星期一至四晚上7:50。